好啦，又同大家分享一条游轮片啦。咁近年我都坐咗几架新嘅亚洲游轮啦，有云顶梦号、Ovation of the Seas 海洋赞礼号，同埋嗰架 Norwegian Joy， 仲有一架嘅，呢架就系公主游轮嘅盛世公主号。咁我哋今次咧就嚟到靓靓台湾，去呢个基隆港上船啦。题外话啦，如果大家之后有机会去基隆搭游轮嘅话咧，上船前就记得去呢间林家猪脚度嚼翻碗猪脚先，佢喺正码头隔篱嘅啫，肉爽汤甜啊，整翻碗先至开心上船啦。好啦，去到码头啦，咁呢架盛世公主号就系一架144,000吨排水量嘅船嚟嘅，一年货仔可以载到3500个乘客。咁佢一架亚洲船啦，里边都有啲亚洲嘅元素嘅，我哋入去睇下里边系点噶啦。我哋今次买咗呢间房咧，就系普通露台房嚟嘅，喺10楼嘅 C214。咁咧行入嚟最大嘅分别，你见到啦，就系冇咗厅个位咯，冇咗张 sofa， 张床就系两张单人床拼埋嘅，床褥都好舒服噶啦。床尾就一个大电视啦，有好有唔好啦。唔好嘅咧就系佢冇乜电视频道嘅选择，得4个新闻频道嘅啫，仲要系全部英文。只不过好在佢有个 video on demand， 即系自选影院啦，啲戏就免费嘅，都几新下。好啦，我哋再行入啲，睇下间房仲有啲乜，其实都一眼睇晒啦。有一张细细地嘅书台、梳妆台。咁佢床头有两个 USB 嘅插头啦，得一边床头有嘅啫。喺书台上高咧就有两个插咗啦，分别就系美式同埋欧洲制式。喺书台后面仲有一个柜仔嘅，里面有一个小雪柜，咁同其他游轮嘅雪柜唔同啦，里面系真系有嘢嘅，同埋喺上面有几支酒板仔啦，啲嘢都可以话系好齐全嘅，仲有一个电热水煲啦。好啦，到个露台啦，今次呢个露台咧就好唔好意思，系好窄嘅，大家都睇到。其实我自己衰啊，我拣错房。应该揀楼下9楼或者8楼嗰啲，个露台就大好多、阔好多嘅，多啲位俾大家喐动、转下唔同姿势。好啦，同大家行埋浴室嗰个位先。咁呢个就系公主游轮嘅特点啦，佢有自己一个独立嘅衣橱嘅。咁佢系几周到嘅，即系你冲完凉可以即刻攞衫换衫啊，唔使行出房咁样。个厕所就系咁样啦，简洁 style， 白白净冇性病，同埋佢会供应埋啲洗头水啊、简易护发素嘅。好啦，间房睇到呢度先，肚饿啊，出去食嘢。呢架船嘅嘢食，无论系免费或者俾钱，啲质素都唔错嘅。咁我哋就先行咗呢个叫做 marketplace 嘅自助餐室，佢就喺16楼中段至尾段都系噶啦，好大嘅。个布置都叫做宽敞啦，台与台之间好多空位，唔会觉得好逼仄嘅。嘢食嗰方面就比较适合亚洲人口味多啲啦，当然你会见到有麻婆豆腐啊，有炒饭啊，有呢个川椒鸡之类。啲甜品都做得好靓噶，同埋呢度有样嘢好，就系佢闩得比较晏，闩11点。有阵时赌完钱啊，或者睇完 show 咧，都可以上嚟呢度立翻碟宵夜。同样在16楼泳池旁边就有两间快餐店嘅。喺其他公主游轮度咧，呢两个地方就通常系爱嚟食 pizza 啊、食 burger、hot dog。咁但系呢度就系亚洲船啦，所以咧改咗啦，改咗变咗一间 noodle bar。呢度啲面就免费嘅，你可以立几多碗都得，咁可以拣蛋蛋面啊、鱼蛋面之类。味道都可以话系唔错噶啦，当然唔可以同陆上嗰啲面铺比啦。但是比起其他亞洲遊輪已經叫做好很多了。隔離就有這間龍蝦點心吧，這裡就要收錢的，你可以在這裡選3款不同龍蝦的食法，價錢就差不多10-20元美金。它還有一些點心的，就6元美金一籠。
好唔好食呢？咁好老實同大家講啦，我哋喺度嗌咗兩個主菜啦，一個就係老乾媽烤龍蝦，一個就係宮保龍蝦。上碟係靚嘅，不過就偏鹹同埋肉質都幾乾啊，所以我都係建議大家慳翻啲錢啊。喺泳池旁邊就呢間雪糕屋啦，呢度啲雪糕就免費嘅，有三種口味選擇。好啦，我哋而家轉翻入室內睇下有啲乜嘢餐飲選擇先。咁呢架船咧就有兩間米芝蓮級數嘅餐廳嘅，呢間就係其中一間啦 ，Harmony 觀蘭軒，就由米芝蓮一星總廚陳神朗 Richard Chan 主理嘅。呢度係主打粵菜嘅，咁當然會有啲其他菜式啦，即係川菜啊、上海菜咁樣撈埋入去。每個人就$29，咁你可以喺個 menu 上面揀一個湯、一個頭盤、一個主菜同埋一個飯或者麵。咁你都見到啦，個菜單有好多嘢嘅，所以最好就多啲人鏟入嚟食啦，可以嗌多啲 share 多啲。啲質素都好唔錯嘅喎，好似呢個口水雞啦，仲有炆豬肉啊、烤鴨、鹹魚雞粒炒飯，個份量都好大份嘅，$29都幾抵俾。呢間就係林咩法國餐廳啦，佢就由呢個三星米芝蓮總廚，等我試下先 ，Emmanuel Quino 主理嘅，唔係好識讀啊啲法文。咁佢呢度就收一個人頭費$35一個人，你就可以揀一個頭盤、一個主菜同埋一個甜品，聽落就好似貴啲同埋少啲選擇啦。但可以話俾大家聽，以遊輪嘅法國餐廳質素嚟講咧，呢間可以話係最頂級噶啦。咁都應該啊，三星法國總廚唔通 hea 你咩？試下呢度啲帶子啊！當然唔少得嘅就係佢哋間美式扒房啦。公主遊輪嘅扒房嘅質素不嬲都唔錯噶啦，呢度亦都唔會差得去邊。$30一個人咧，就可以嗌一個頭盤、一個湯、一塊大牛扒，拌菜又可以任嗌嘅。跟住如果你加多$10咧，就可以有埋龍蝦尾添。我就嗌咗一塊14 oz 嘅 rib eye， 加埋呢個 surf and turf 啦，龍蝦尾。跟住老婆就嗌咗呢個羊架啦。扒房出面都有一個吧嘅，咁有一隊幾好聽嘅 jazz band。咁食完飯之後可以坐低再飲杯嘢，慢慢唞下啦。至於免費餐飲選擇，船上邊就有三間主餐室嘅，每日三餐都有供應嘅。不過好可惜，我哋今次成程船都冇喺主餐室度用過餐，因為我想集中介紹翻啲付費嘅 option。不過你見到啲餐廳嘅佈置唔錯，同埋以我經驗啲嘢食都幾好食嘅。喺六樓嗰度咧就有間叫做 Alfredo's 嘅 pizza 餐廳，呢度嘅 pizza 都係免費噶啦，任嗌嘅。呢度都好多人嚟食噶，成日爆滿。啲 pizza 就全部都係即叫即整。咁佢喺旁邊咧，亦都有個吧台仔嘅。你而家睇到呢個啦，咁你就可以坐喺嗰度睇住啲師傅整薄餅啦。呢個排曬長龍嘅係咩地方咧？呢個就係喺五樓嘅 International Cafe， 呢度就開24小時嘅，都係食翻啲輕食嘅嘢啦，三文治啊、沙律咁樣。最緊要就係朝頭早可以落嚟呢度買杯咖啡啦。喺七樓船中間就有一間貢茶啦。咁你話好似夏天呢啲咁熱嘅日子咧，飲翻杯凍嘢都幾舒服嘅。呢度啲茶就每杯$3.25。咁如果你買咗呢個 drinks package 咧，都係免費嘅。講咗咁耐，講下啲套票先。餐廳就冇套票嘅，要逐間入去俾錢食啦。至於飲酒嗰方面咧，就每人每日$60。咁但係要記住啦，呢度嘅酒咧每日係 cap 咗15杯嘅啫。如果嗰日你飲得多咗，過咗 limit 嘅話咧，就要額外俾錢買啦。同埋只係限$12以內嘅酒嘅啫，即係啤酒啊、白酒、紅酒都 cover 到嘅。好啦，餐飲講到呢度啦，我哋睇下架船上邊有啲咩娛樂休閒設施。
初初我上船的时候都怕在船上看不到世界杯，不过好彩啊，原来公主邮轮是拿了世界杯的转播权的，64场都播了。它就放了在七楼船尾的 Fister Lounge 游艺沙龙那里播的，有个大电视。咁呢度除咗有得睇波之外咧，仲会有啲表演啊，有啲 magic show 啊，同埋有得打牌添，有啲自动麻雀机，$10一个钟。咁但系呢一个旅程，呢、這、一个 Fister Lounge 咧，都系主要用嚟睇波噶啦，都好好彩啊！如果唔系，我就 miss 晒所有嘅分组赛。咁如果你太攰嘅话咧，因为都系凌晨开波啊嘛，都可以翻房睇嘅，房都有得搏。我哋七樓船尾行翻出去先，咁呢個就係 Princess Live 啦，呢個就係玩一啲現場互動 game show 嘅地方嚟，即係好似你話卡拉 OK 比賽啊，或者一啲結咗婚嗰啲，你有幾了解對方嗰啲遊戲啦。呢啲遊戲咧就會現場錄咗嘅，咁你翻翻房咧可以喺電視度睇翻。亞洲遊輪當然唔少得嘅一樣嘢就係 shopping 啦。呢架船就有一个海上最大的免税购物街，啲嘢都好齐噶啦。基本啲嘅就有啲手信啊、衫啊、烟酒，再行过啲就有啲香水、化妆品啊、手袋、包包啊、一啲珠宝咁样。咁当然啦，佢哋亦都有啲名贵嘅珠宝、钟表、牌子驻场嘅。我今次又避唔到啦，条八婆生日 ，fuck！呢、这个就是他们的主剧院，每晚都有些东西的，好像你说歌舞剧、啊、音乐表演这样。不过我们就没什么在这里看过 show， 因为世界杯，所以没什么片可以给大家看到。行到六楼就是他们的赌场，那我们就先行下他们的主赌厅先。亚洲船来讲，他这个赌场就不是说特别大，不过东西都齐的，有亚洲人喜欢玩的百家乐、啊、色宝、啊輪盤都有。佢呢度有樣嘢唔好，就係賭場中間係冇吧嘅。如果你想嗌嘢飲咧，往往都要等啲 waiter 過嚟先可以嗌到，人手又唔係好夠，所以有陣時都要等一段時間。我就有好幾日都暴咗喺呢個賭場入邊啦，因為呢個德州撲克咧係有得玩 pocket bonus 嘅，咁成個 game 咧就刺激好多啦。咁佢喺主賭場旁邊咧，亦都有一個 VIP 賭廳嘅喎。全部都是百家樂台，你亦都可以開一間房，一間私人房去玩百家樂嘅。喺賭場隔離咧就有呢個 photo gallery， 咁你嗰日落船影嗰啲相咧就可以喺度曬出嚟啦，全部數碼化嘅。喺旁邊亦都有啲攝影用品啦，可以買下啲記憶卡啊，買部相機都得。旁边亦都有一个画廊嘅，公主游轮系好中意 sell 画嘅。我亦都喺度听到一个香港阿伯话：，屌呢度啲画边度有人买噶？落到嚟五楼咧，就要睇下个 spa 啦。公主游轮嗰啲 spa 咧，不嬲都好有水准嘅。佢个布置好靓啦，俾到人个感觉系好舒服嘅，同埋佢哋啲员工咧唔会好刻意咁去 sell 你嘢。你做完个按摩，透一阵，换件衫，冲个凉，咁就走得噶啦。以上嗰啲都系冯小姐嘅意见啦吓，呢个我唔用 SPA 嘅，佢用嘅啫。同埋佢呢个就系主打嘅水疗池啦 ，enclave。你见到又系好靓嘅，旁边有啲暖石凳啦 ，sauna 咁样。我老婆喺度做咗三个 treatment 啦，佢话唔想走咁滞。咁大家都见到啦，无论你话系按摩房啊，甚至乎出边嗰啲 salon 啊，啲发型室咧。个装修个布置都系好精致嘅，攞奖嘅呢个 SPA 系。咁喺亚洲游轮当然唔少得嘅就有 K 房啦，佢有六间房嘅，每个钟收费就系$25。我哋就冇喺度唱歌啦，只系参观咗一下啫。但系我睇过咧，啲歌都好新，同埋啲音响都好靓嘅。好啦，未上甲板之前咧，同大家行埋呢个中庭啦。而家有好多新游轮都唔会再有中庭噶啦，因为宁愿悭翻啲位，摆多几间铺仔啊，摆多几间餐厅。咁但系公主号咧，仍然都会保留翻呢个 feature。咁佢有三层高啦，可以话系金碧辉煌嘅，同埋佢嗰个转转 staircase 咧，转转楼梯系好靓嘅。
同埋一樣嘢抵讚嘅咧，就係呢個中庭長期由朝到晚都會有啲節目嘅喎。好似你話有啲 live band 啊，或者有啲同乘客玩嘅遊戲啦，贏件 T-shirt、贏隻保温杯嗰啲啦，或者有啲體操表演嘅都會有。咁呢個中庭咧可以話係唔會悶嘅，長期會有嘢睇。好啦，而家上埋去個甲板度睇下有啲咩設施啦。咁佢有兩個室外泳池嘅，但係佢哋個 size 咧就唔係話特別大啦。呢個就係佢哋個叫做比較大嘅泳池啦。另外一個咧，其實就係一個細路仔嘅浸水池嚟嘅啫。咁佢喺泳池旁邊咧都有一個強化玻璃啊，用強化玻璃做嘅散步道啊，叫做 Sea Walk。佢離海面有40米高嘅，咁你可以一路行一路睇下個海係點樣噶啦。夜晚都可以上嚟去翻附近間吧嗰度攞杯酒，跟住再行下個 Sea Walk 咧，睇下下邊個海啊，黑色嘅，全黑，睇下驚唔驚啦。喺17樓船頭就有一個室內全天候嘅游泳池，不過亦都唔係好大嘅啫。再行入啲咧，就有一個 conservatory， 即係一個星光花園啦。裏邊有啲咩咧？有啲比較綠色嘅 design 啦。寧靜嘅呢個區域係有啲小遊戲玩啊，有啲樂器咁樣咯。喺甲板度當然唔少得嘅就係佢哋呢個 Movie Under the Stars， 即係佢哋個大銀幕啊。每日都會播兩套戲嘅，我哋呢程船咧就播好多 Marvel 戲啊，好似你話 Doctor Strange 啊、Black Panther 咁樣，同埋佢哋個音響係好癲嘅，你哋聽下。The new king is a yes.他們的健身室就不是特別大，但是器材都是很新和很齊全的，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們特別多這個 cardio 的機器，即是大氧運動的機器。在船尾的位置也有一個 full size 的籃球場或者五人足球場，也挺巨型的，這個那你可以看著那些年輕人在扮 Steph Curry 在浪射了。如果帶細路仔上嚟玩嘅咧，依架船都幾周到嘅。佢有唔同年紀嘅活動中心，咁你可以將啲細路仔等喺度，咁啊長期會有啲 staff 去睇住噶啦。架船就睇到呢度先啦。今次咧我就想分享埋個旅程嘅一啲 highlights。我哋今次就喺基隆上船啦，來回基隆就去咗日本四個站。我哋第一站就嚟到四國嘅高知，入到嚟第一樣嘢啊，法國嘅第一樣嘢咧就係點解呢度啲藥波提係扣到實曬，唔係隨機擺放嘅咧？嗱，我哋今次坐呢個遊輪咧，係冇跟到船上面啲團嘅。全部都是落船自己玩。那我們來到高知第一件事呢，就即刻鏟了進來這個市場先，去吃一個高知縣的特產，這個就是他們的燒煎魚。他們就是用禾杆草去輕輕彈一彈它而已，帶一點煙燻味，第一餐吃晏就 perfect 了。吃完飯之後就走過幾步而已，要上一上山就去到他們當地最出名的一個名勝了，高知城。這個就是日本少有保存得最好的一個城堡，這麼多年來都是做了一些小修緝而已。我們就在這裡兜了個圈拍了一些照片，然後轉頭又下去吃東西了。晚餐我們就吃了這個高知縣的特產，又是特產來的，叫做壽亞痴，就是他們的盤菜。有幾款魚生，有些壽司、海鮮，有半隻龍蝦，二人份量都很夠的了。除此之外，我們還叫了一個煎魚乾，鹹鹹地有些腥味，挺好吃的。
第二日我哋就嚟到九州嘅游津港啦，喺宫崎南边嘅啫。朝头早我哋嚟到嘅时候咧，就见到一架 pilot boat 啊，即系佢哋嗰啲领航员啊上船。咁嗰日朝早就有少少微雨，又有啲雾咁样，眼前嘅景色咧系好靓嘅。咁我哋落到船，第一样嘢就系嚟到呢个替护神宫，定系替护神宫啊？我唔识读，算啦。我哋嚟到呢度咧，就系、是、首先供奉咗个位先啊。咁呢个神社或者神宫咧，就系、是、供奉日本嘅第一代天皇，叫做神武天皇，都系啲神话嘢啦。同埋呢度系有得许愿嘅，100 yen 攞几粒石仔，咁啊可以抌佢咯。女仔就要用右手，男仔就要用左手。条八婆啊中咗啦，许个愿先啦，唔知道想要咩咧？今次又。呢日就系老婆生日啊，所以我就带咗佢去食呢个烧海鲜。呢间餐厅咧就喺宫崎同埋日南嘅中间位置啦。条女生日就唔可以孤寒啦，嗌咗个伊势龙虾 set 同埋另外一个呢啲贝壳类嘅海鲜 set。佢会俾两只龙虾你嘅，你可以攞一只嚟烧啦，另外一只就爱嚟做刺身，跟住个龙虾头咧就爱嚟整面豉汤。你啊对住个海食嘅，所以嗰一日咧就好舒服啦。第三日我哋就嚟到鹿儿岛，你而家见到喺码头揈紧旗仔呢班友咧，唔系落船嗰阵时卖旗嘅，系真系走嚟欢迎你嘅。我哋嗰日就比较迟落船啦，因为之前嗰晚睇波夜咗，所以我哋都系出翻市中心行下，跟住食两餐饭嘅啫。第一餐就系呢个拉面啦，好出名嘅。鹿儿岛最出名嘅就系佢哋嘅 kurobuta， 即系日本嗰啲黑毛猪啊。呢間拉麵鋪啲豬肉就炭燒過嘅，所以特別香。除此之外咧，我哋就去咗另外一間炸豬扒鋪啊，亦都係鹿兒島最出名嘅一間炸豬扒鋪啦。好多人排隊嘅呢間嘢，所以要早啲嚟啦。佢又係用啲本地靚豬扒炸嘅。嗱，所有嘅餐廳咧，我所有介紹嘅餐廳咧，你稍而欲步去我個 Instagram， 咁你就可以揾到啲餐廳嘅地址噶啦。第四站我哋就嚟咗长崎啦，唔系一个太开心嘅朝头早，因为我哋去咗睇历史。喺1945年嘅8月9日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美军就抌咗一嚿叫做 Fat Man 嘅原子弹落去长崎嗰度，造成几万人嘅死伤。随后冇几耐咧，日本就正式投降啦。呢个就系原爆嗰个位啊。咁我哋成朝都系留咗喺度睇下个公园咁样啦。咁我哋亦都嚟到成个旅程令到我最开心嘅一个位啦。喺架船离开长崎嘅时候咧，当地有一个小学嘅管弦乐团就嚟玩音乐去欢送我哋。呢个应该系公主游轮安排噶啦，因为之前坐洛维珍喜悦号去长崎咧系冇呢样嘢嘅。他们一直玩了几首歌，直到架船离岸了，鸣笛了，他们继续玩。这里我要叫到最大声了，因为架船都离开到这个位置了，那些年轻人都玩完所有音乐，他们一起走过来跟我们鞠躬说拜拜，架船也都报以一次的鸣笛声去跟他们说拜拜，是很感动的，有几个人是哭了。好啦，游轮片睇到呢度啦，作个总结先。如果你系中意啲砰砰声嘅船咧，呢架就未必啱你啦。但如果你想去啲放松啲嘅船，想带下老豆老母上去玩下嘅，呢架船一定唔会后悔。喺咁多架亚洲游轮嚟讲咧，我哋最中意呢一架，有两个原因。
第一，佢哋嘅軟硬件做得好好啊，無論係嘢食、服務或者係港口行程安排，都係比其他亞洲遊輪高一班嘅。第二，我哋今次喺台灣上船啦，咁成架船咧都係台灣人嚟嘅，有少少新加坡人，有少少馬來西亞人。啲乘客質素高好多，令到成個遊輪體驗亦都開心好多。講真嘅，我嘅港澳網友啊嚇，下次搭遊輪咧，可以選擇下喺基隆上船，感受下台灣人嗰種熱情同埋友善，真係比喺南沙或者上海上船咧係有天淵之別嘅。最後啦，我喺呢程遊輪都撞到幾個網友，同你哋喺船上邊鳩噏過啦，好高興認識你哋啊！如果有興趣上呢架遊輪嘅朋友，就可以去佢哋個網頁或者去旅行社查詢啦。年尾我仲會上多兩架新船嘅，今次就唔喺亞洲啦，喺翻其他地方。咁到時再拍片俾你哋睇啦。我做咩特臨尾先 cut 嘅？多謝收睇，拜拜。